今天呢，吉吉要帮控奖做登记，登记名字，出生 Total K， 出生 Total K， 要让大家知道说，哦，控奖出生了哦。控奖登记完之后，下午哦，婆婆睡觉起来，吉吉就来带你了。今天你要做 Ken 星，三赛 Ken 星，三赛的健检，可以吗？可是你还没尿尿，所以等一下去回馈，自己带你去尿尿一下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好不好？可以。这是台湾吗？一个人在打太极球。出生届出したいんですけど、出生届。四番。四番、わかりま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二番の窓口までお越しください。503、現在没有人了。现在在等他检查我的出生证明，然后我在写出生证明的时候，他有一格是要写爸爸的工作、妈妈的工作。我不知道台湾是不是都这样，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是要写国籍、本籍，然后因为我是外国人，所以我是写台湾啦，只是看他会不会等一下把我变成中国。我是没有很在意，但是就是多多少少会想说要确认一下，看我的国籍的地方他会就是使用我写的台湾，还是会把它更正成中国，等一下等一下。要去二楼、三楼，要去用这个二楼的是儿童手当跟口多么一流。然后我刚刚确认了一下，果然我的国籍的地方被写成中国。我是还好不会非常在意的，不会去抗争那种人，所以被写中国就被写中国，不太会觉得非常的难过，因为已经看开了。我去二楼。停车场30分钟200块，然后现在是儿童首单。现在我们两个人的话，一个人是10000块，所以两个人20000块。但是第三个小孩的话，好像是明年开始会30000块，而且到15岁，所以非常的长。第三个小孩补助比较多。这什么东西？哈基米的帕帕特酒。我问看。问他关于刚刚那个爸爸手册，他说第一次当爸爸的人可以拿，那他说我已经是第三个人的爸爸了，所以没有不可以拿。贝特拉老手，经验丰富。他要去小孩子的医疗保险，健保，儿童健保。走吧。OK， 我今天的任务完成了。早上任务是把控奖的出生登记把它缴出去之后，等一下呢，下午我要带弟弟去做3岁半的健康检查。尿尿没有拿成功，我再问问看怎么办吧。大家都怎么拿小孩子尿尿？他不跟我尿啊，他虽然会尿，可是他不做，他不尿。唉，走吧。你的名字已经登记好了，哇，这边太老大。你的名字登记好了，现在是有名有姓的小孩了，然后你的健保也快要好了，这边太老大，哇，刺眼，看起来，刺眼，你看起来，都睡着了，可爱。现在我们在健检，里面他不给我们拍照，我们只有在外面等的时候可以拍。弟弟有一点配合，有一点不配合，一起加油好不好？还有看牙齿而已了，剩下牙齿啊啊！等下吃豆奶子，这个的，这个是吗？噔噔。你在推车吗？
结果我们尿尿还是失败了。要不要尿尿？尿一下啊。有人在大哭欸，看牙齿大哭，被咬到了，医生被咬到了，怎么办？你会小心吗？可以吗？加油啊！婆婆努力完了，拿到一个什么颜色？粉红色。你喜欢吗？一个粉红色的奖牌耶！你辛苦了吗？好，我们等一下去吃你的乌鸦子。这个吗？走。乌鸦子呀，乌鸦子呀，呀呀！乌鸦子呀，乌鸦呀，呀呀！睡觉边的皮夹就是的外衣。在睡觉吗？咦，不是皮卡丘，要皮卡丘吗？好。因为你天性刚巴达，所以有欧亚子哦。是哦，你很努力吗？好吃吗？忘了带淀粉了。今天吃的是有历史的，对不对？很多小小巧克力，因为圣诞节，对不对？好可爱哦！最后了吧？哦，喝水，喝水，喝水。皮卡，喝水要看，要看，要拿，要拿，拿好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